袂当全部拢怪因啊！迄有诶人吼，对迄风水足注重诶咧。昨天毋知有阁有其他诶所在有伊家己手啊无？嗯，啥物代志？阿咪去教伊摕。你去共摕啥？爸爸毋是有讲过，迄拜拜诶物件是绝对袂当叮当诶，恁阁会记诶无？是这啦，爸爸是。是啊，要安怎行？这都拢慢落来啊，是要安怎行？你感觉嘞？嘿啊，这拢共慢落来啊，咱也袂当用膏啊，搁甲粘起去啊。嗯，无咱就当作诶风头啊，甲吹落来，咱伫涂骹捡好啊。哦，好啦。也只好安尼啊，啊我甲遮个摕去予阿兰白色用去啦，卖无彩啦。恁两个哦，好，轻松，真正有够轻松啦。哦，恁慢来，嫌我袂输仙草咧。我咧吼，用久浸浸洗洗吼，即摆全身哦，迄哪种？无白听啦，哈哈，拢好啊！阿龙伯啊，迄鞋啊吼，若亲像你讲的遮厉害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啊，哎呦，啊，那恁人阿某安尼吼，我毋知要讲啥物话啦。讲搁较济，多谢我都感觉无够啊。阿龙伯啊，你创啥搁讲济啦？讲真诶啦，我后生在世嘛捌甲洗过身躯。阿秋，你愿意甲洗身躯，足感动诶。阿兰伯啊，阮爸爸在生诶时阵，我嘛无帮伊洗过身躯。伊伫等伊走啊，我才知影讲。原来我会当家己照顾甲搁较好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恁阿爸哦，不止吼，一届伫我面头前咧，我都讲你足友好诶，伊对你这个后生嘛都满意个啊。迄是阮阿爸哦，听实话讲的话啦。我家己一个人，本来还咧烦恼。
我若走的时阵哦，后事唔知要安怎。啊，这两天有恁阿公母咧甲我照顾。啊，咱爸较大面心，拜托你，我的后事都麻烦恁啊啦。阿兰伯啊，啊你拄则毋是才讲身体较轻松啊，啊哪会阁讲这款话？哎呦，阿雪啦，我甲恁阿公母吼当作是家己人啦，毋则敢甲这种麻烦的代志来拜托恁。其实这种代志你毋免交代，阮嘛会去做啊。哎呦，好啦，莫想遐尼多啦，啊，就看天公伯安怎安排啊。嘿啦，啊对啦，阿兰伯啊，阿叔人吼伫灶骹有煮一寡物件，你来去食咧。哦，多谢啦，多谢啦。哎，对啦，啊，我若拄啊洗身躯，迄叶啊，恁是咧大麦咧？啊，是毋是咧咱遮个山顶麦咧？啊，恁甲我讲啦。后盖吼，我家己去办，就免麻烦您啊啦，吼。哎呦，无啦，南伯，啊，迄树啊，伫咧山顶路也无好行，您莫去啦。阿秋最近有工课伫咧附近啊，伊才去甲你办转来就好啊。嘿啦，我吼，逐工拢会经过，我较顺续甲你客转来就好啊啦。哎呦，歹势啦，阿秋，都麻烦你啦，吼。哎呀啦。阿叔啊，迄万一阿郎伯迄许个若用了，啊后盖伊家己阁讲要去办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看哦，咱过来迄山顶看有其他油甲哩树啊无，袂当把安尼放弃。好，啊无咱过来找。嗯。去山顶，袂做事啦。无啦，你跟我来去办迄油家己的树叶啦。去去去。啊，是要去倒办呐？迄阵毋是规个山头拢吹过啊，无啊。你紧去洗面洗嘴啦，迄时我去去予人发现就无好啊。紧起来啊啦，我等下才甲你解释。你要去偷摕迄毛因兜的树啊？啊，就算讲迄是树叶啊，听你嘛唔好啦。我无要去共偷的啦。啊，话你紧起来去换衫啦。啊，无你莫去，我家己去。你踮厝里顾囡仔。好啦。明确，爸爸妈妈出去一下，阿你照顾小妹哦。叫树叶啊？嗯啊，昨暗毋是风足透的，一定足侪叶啊落伫个涂骹的。啊，因家的人毋是袂让咱挽，啊，咱捡涂骹，伊都管袂着啊。哎，迄是风吹来呢，毋是咱去破坏因家的风水哦，对无？阿叔啦。我感觉你的反应有够紧的啊，连这种方法你嘛想有呢。见见，你看有叶仔伫涂骹无？见见见。哇塞啦！和你讲对啊，你看这涂骹全部拢叶仔呢。见，无人紧捡。
你有听到人咧讲话的声无？有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的这个代志一定要甲我办好，这是关系我去办，结果我后台规规水水的吵，哈？无啦，阮只是地下内面得啥物件？哦，你专门咧偷摕往生者物件，查噶对无？唔是唔是，你莫误会啦。嘿啦嘿啦，这哦，拢树好啊啦，你看，许啊尔。恁摕这树要创？都昨暗风脚头出来涂骹的啦，这拢涂骹捡的，真的真的。嘿嘿，你看涂骹这侪，我拢捡这涂骹的。这树许，恁这么介意？好，做你尽量捡，尽量慢。上好连这丛树啊乌走嘛不要紧。我嘛较心事，安那？啊，唔着先啊边啊啦，莫互来我错树啊！来，明家体，这丛树啊错掉。哎、欸，真正错掉哦！哎、欸，别动着！瑞斌，我冇想过你这么过分，这么自私的，你竟然偷偷要把这丛树啊错掉，你是要让我带衰一世人，永远无得翻身？哎呀，这卖像自私啊！明明阿爸有托梦甲我讲，有一个光怪的物件咧做咱红家运势咧，连算命先生嘛咧讲，这丛树啊，甲我相克，你啥人要甲伊留的啊？你敢真正为我这个小弟设想？我不管啦，这丛树啊，我今日要撮掉啦！当然，你敢当你信我吗？你是听我还是听伊的啊？倒啥工？闪闪嘛，闪嘛，闪！你敢杀我？你说啥？阿爸都讲啊，你讲啥？闪啦！你起啥样啦？这么侪树叶啊，有够阿兰白用一阵吗？嗯。安娜，你有心事啊？我是雄雄想到，人当遐尼侪囡仔。六个查某囝嘞，啊，万一咱两个人拢转去啊，因亲像梦王迄两个兄弟仔冤家安尼，是要安那？啊，你感觉会无？你看哦，这明君吼是老大的，有家己的想法。啊，若是明主哦，伊都无要无紧。啊，第三个孟慧啊，伊个个性哦较强，啊嘛较娇。啊，迄、那个美惠，伊就是一个妹妹啦。你甲讲啥，伊拢嘛是好。啊，剩的迄两个，美容甲嘉伦，迄个遮尔啊细汉，我即马阁看袂出来。啊，你甲看，我安尼算算的，迄个性强的，甲迄无要无紧的，拄好一半一半。嘿，哎，若真正冤起来哦，我毋知要安怎。毋是我要讲你，你即个头壳哦。平常时无咧用的时阵，都啥物拢唔管，啥物拢唔想，啊，一用起来就安尼想伤济。无再讲啦，咱当时有偌济财产去互因玩？即嘛是无啦，啊，你明仔会知影要安那？好啦，就算讲是安尼啦，啊，你感觉咱敢会教出无友好的囡仔？只要让因知影啥物是对的，啥物是唔对的，这种代志都袂伫咱兜发生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就亲像阮爸爸常常讲的啊，爱老道德好事事，卖老钱财好子孙。哎，钱是用的完的啊，不过好的品德吼，对咱一世人。哎，囡仔自细汉就该教好，就亲像人咧讲的啊，树头若顾好栽，都唔惊树尾做风台。啊，算啦，你安尼讲讲的哦，我加做放心的。其他我唔敢讲啦，不过我会当确定的是吼，虽然咱生活较艰苦啦，不过甲迄王因兜比起来，咱加足幸福的。好啊，我帮你扛。安尼种这尤加利树啊，应该会活吼。嗯，坦白讲，
这款树啊，我嘛无种过啊，这会当试看卖。拜托拜托，你一定哦爱紧来大长起来哦。歹势呢，予你安尼难好，来啉小茶啦。阿姐啊，我毋是讲啥物歹去调话啊，就算伊会脱筋变成大树，嘛爱过后冬的。这段时间阿南伯要提啥物适应区啊？上实际的问题是，阿南伯拢遮会老啊，我惊几年以后伊……哎呀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，不过嘛袂当因为安尼就啥物拢唔做啊。对啦，阮哦万无唔忙讲，迄丛树我会生到偌大丛啦。阮敢若希望讲，伊会当逐工发一挂叶仔就好啊。嘿啦，啊，而且迄种树啊，只是一种方法。啊，后一届吼，甲阿南爸去看医生的时阵，再来甲医生问看卖，看有其他的方法无？啊，伊最近毋是有咧食迄维他命，无滴卡伊迄关节痛的问题无遐严重啊，都毋免用迄叶仔洗身躯啊。对啊，维他命无上呢，恁爸去倒位省遮尼侪钱啊？是无俗啦，啊，毋过会当食足久的啊，安尼算算咧，一工才几箍啊尔。较俭的用，嘛是会当俭遐个钱啊。对啦，咱若是吼，逐工拢俭几箍，安尼吼买迄维他命都有钱啊，对无？我知啦，叫你莫管阿南爸，恁嘛做袂到啊。虽然即马辛苦一点嘛，恁嘛较安心啊。哎、欸，阿叔啦。嗯。这敢是尤加利？小可神呢，不过应该不是哦。伊迄叶仔的形甲尤加利会有差。是哦，那咱搁找看卖下好啊。嗯。啊，迄阿坤仔的庙伫咧附近吼。系啊，安那？无啦，我是咧想，伊常常四界去看风水啊。啊，咱会当拜托伊吼，替咱注意一下，凡正伊会知影倒位有尤加利的树啊。好啊，啊，无咱等下顺路吼来甲拜访一下。好。我已经讲过几落遍啊，迄是算命先讲的，讲迄丛树啊会当挡煞消灾，你哪拢听无啦？我听你咧讲诶，是安怎我请迄个地理生咧伊煞我讲，就是因为这丛树仔挂伫遮，破坏着咱家的风水，无怪咱红家运势拢一直无好，甚至伊阁有讲哦，这对我离房是足不利诶。那安尼你是怀疑我？我阁怀疑你讲阿拓人是假咧，阿要是毋是谁知你啦？迄无影囝咧。嘿啊，啊因来做阿坤仔，敢若嘛是为着迄丛树仔吼。你敢骂我自私？你什么态度？我是你大兄呢！大兄，你讲了真好听的，像你这款哦，不要替小弟设想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做我的大兄啦！好啦好啦，恁两拢先莫吵啦，较冷静，坐下讲啦，吼。阿坤仔，麻烦你一定要替阮解决这个问题。大家拢讲你是附近上。阮才来处理。是啊，阿坤仔，我甲你拜托啊，阮翁家未来运势完全都要靠你啊。好啦，若是上无，你嘛要等我去现场，把所有状况拢看过了，咱才来讨论，好无？好，然后呢，明仔载就带你去山顶看风水。唔知阿坤仔明仔载看完风水会安怎讲哦？伊若真正要找一丛树啊哦，哎，一丛树啊足大丛的呢，我感觉找了就怕算了。就是讲，哎，我感觉哦，咱应该去甲阿坤仔讲一下。要讲啥？讲迄尤加利的树叶啊，对咱足重要的啊。啊，不管迄丛树啊是要留还是要错掉，迄叶啊加减予咱一挂。好，即摆来去。哎、欸，阿叔啦，你等我一下啦。阿、啊、进来、啊。
头天我就要去找伊。妈，啊无嘞。阿坤仔，结果安那？阿坤仔，这树仔是要来撮掉？我见有去过山顶啊，甲恁家祖先的墓，甲迄丛树啊，还佮恁翁家所有的土地拢看过啊。恁这个祖先的墓位置袂歹，方位嘛无问题。是毋是问题出伫迄丛树啊？无怪哦。阿爸才托人甲我讲，有一个关怪的物件咧阻碍阮翁家的运势，你听看卖啊。啊无你即马是，嘛无一定是安尼啦。我顶多咧想，恁祖先的意思应该是望厝顶头的杂草，啊，佮遮土沙粉啊。哈？毕竟这是因咧住的所在，若是安尼乱七八糟，我相信任何人若住起来拢是袂舒适。然后呢，迄丛树啊就免扯掉了吧。我著讲嘛，迄丛树啊是咱家的发财树呢。嘛毋是全部安尼来解释啦。我嘛袂晓讲，别个算命先算了毋对。我只会当来解释讲，恁两个因为生肖无同，所以出来结果当然嘛是无同款。阿坤仔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树啊落来，对小弟也有影响。若是甲刷走，对大兄阁不利。我想恁两个拢应该无愿意看到，敢若对家己好，煞对兄弟不利吧。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就是把树仔留落来，但是顶头的物件要尽量送去予别人。安尼，虽然这丛树仔留落来，也毋过煞变一丛毋正树仔，所以就袂去影响到任何人。阿坤仔，这树仔顶面有啥物物件？啊，毋就是树叶？啊，这无价值的物件是要予啥物人？哎呀，拢互阮啊！那会阁是恁两个啊？啊，有人在遐睏一下啦。哇，好好好。哇，遮尔侪叶啊，有够阿兰伯用一阵啊。我感觉吼，迄个阿坤仔真正足巧的呢。咱昨昏还甲伊讲阿郎伯的代志，伊马上就甲咱想到一个较好的方法。嘿啊，啊是讲，因两个兄弟啊，竟然拢无怀疑。我想哦，一直是因拢单单想到家己啦。唉，迄兄弟啊吼，来当安尼同心做伙打拼，安尼毋知偌好吼。其实哦，我就想要甲因讲的。若无心存善念，加做善事，安尼搁较好诶风水嘛收袂了家财万贯啦。就算讲恁家讲吼，伊嘛无一定听会入去啦。即种代志吼，都爱家己体会。是吼、哦，所以讲也是咱较快乐啦。嗯，尤其是吼，咱共斗三工诶时阵吼，搁较快乐。嗯，就是。好啊好啊，继续行。包几袋啊？唔知。包叫我甲你夹。哎呦，你想算看卖有几排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排对吧？啊，一排有四个啊。啊，九九乘法表内底唔是有七四，迄是偌济？28。哦，你有听到？真厉害！嘿啦，就是28啦。所以加即卖哦，有28个，对吧？妈妈是问我，又不是问你。你没背熟，我有，我也有。我忘记我搬了几块，都是你。
是你自己鸡婆。好啊，咱卖弯啦，等下包包会好洗手，我来煮饭啊。哦，唔好过弯啊哦，乖乖呢。梦会吼，啊妈妈咧做工课，佫去拍电话，脚只拼啥？我爱妈妈爱。啊，你都遮大汉啦，佫爱妈妈爱，啊佫无偌久，都爱换你爱妹妹啊呢。我爱妹妹，妈妈佫爱我。妈妈毋是大力士啊。是啊，妈妈就是大力士。嗯，嘛是吼，啊我若毋是大力士，那有才调饲恁六个囡仔。妈妈，我怎啊跋好啊？哦，好，啊你今仔日赚的钱吼，妈妈替你记起来，安尼呢，你以后就会足有钱啊。安尼就会当食饭啊吼。姐啊！姐啊！姐啊！哎，姐啊，进来进来进来，有火车伫外口啊，你提醒车过来。什么代志啊？安尼？啊，就阿秋啦。去予客人车弄着啊！即马伫病院啦，紧啊紧啊，紧去看看。哎，阿妹，紧啊！好，我帮你顾啦。紧去紧去。黑妹，你来啊！你哪会伫遮？啊，遮有一个护士吼，捌我啦。啊，伊知影我甲阿秋真熟啊，啊，毋则敲电话叫我来。啊，即马吼，医生咧甲阿秋做手术啦。手术哦，啊，毋着遮严重诶。不，莫急莫急。医生讲吼，阿手是脚弄断尔，啊爱爱输钢钉，啊抗石膏啦，袂当讲无严重啦，啊算大事化小，大事化小啦吼。啊，脚断去感觉会好，哎，伊头以后会通行路无？哎呦，会啦，啊算啦，我甲你讲莫着急啊，这脚骨若断去吼，接断去就无问题啊啦。等来遐坐啦，来遐坐咧等啦，啊等下看医生安怎讲啦吼。快去吧，来啦，来坐啦。啊，你有要紧无？通找伊听袂？袂听，一点仔感觉都无啊。无感觉？啊，迄敢是手术无做好，迄去影响着迄你的神经啊？无啦，阿姊。几乎一定是麻醉药还袂退啦，所以无尴尬，你莫烦恼啦。嘿啦，你莫烦恼啦。以前哦，阿嫂你看，阿爸安尼，是毋是做成个机器人？你阁会当讲生笑？我只是无想要让你烦恼啦。唔呐，我烦恼，大家拢嘛足烦恼的。拄只客妹嘛有来啊。伊等你的手术结束了后，知影无代志才走的。英华，安尼你回去的时阵吼，麻烦你帮我甲客妹讲一声多谢啦，啊，嘛请大家莫烦恼啦。我即几工的工课变哪？病医告讲我当时会当出院。几乎，你免烦恼啊。工作代志哦，我叫人提一下。歹势啦，害大家烦恼啊。啊，是讲你哪会这么无小心啦？啊，车内你是袂闪哟？我有闪啊，啊，伊就一直为我这开过来，等伊咧打档啊的时阵，已经袂赴啊。歹势啊！我姓周，就是我去弄着人个。哈、哦，原是你哦，周先生，你嘛较拜托个，开车这么无细腻。失礼啦，真正足失礼，陈先生，这应该是陈太太吧？我会负起一切赔偿责任个，我真正毋是挑工个啊，请恁原谅。周先生，我知影你毋是挑工个啦，嘛无人愿意发生这种代志啊。
其实吼，你无趁无人，甲阮翁一个人等伫个山顶，家己走去，佮家己送来病院，都安尼哦，阮都足感谢你个。是，陈太太。讲起来，阮嘛算是真好运啦。嘿啦，啊好佳哉时阵吼，周先生你甲我弄着以后，去留伫个现场，无随落山啦。啊，无吼，就算讲我话较粗声，嘛无人会插我。迄是你无走去，你若是走去，阮都毋是安尼啊。你嘛算是有良心的人啦，我应该甲你说多谢。谢谢啦，所有一切赔偿责任我拢一定做到够，包括医药费，也是其他所有的费用。看恁感觉我应该安怎赔，我拢一定尽力做到够。周先生，我拄则有讲过啊，无人愿意发生这种代志，而且你嘛算是有甲阮翁斗三工，所以吼，阮干那需要你负担医药费，其他的阮袂要求啦。阿姐，真的。医生讲吼，过一礼拜阿秋就能出院啦。啊，不过吼，要等到安尼拆石膏完全好吼，可能还过三四个月啦。啥？要过三四个月哦？哎呦，啊这段时间阿秋就无法倒去做事，啊囡仔食饭无钱要安怎？哎呦，免烦恼啦，咱来为好的方面去想啊。上届无，咱不做保庇，阿秋的人吼，唔只有法度平安无代志。啊，你安尼讲吼，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过日子总是爱有钱啊。啊，有钱有钱的过法啦，啊，无钱嘛无钱的办法啦，对吧？放心啦，咱阿叔啦吼是一个巧巧囡啦，我相信吼伊有这个智慧吼度过这个难关的啦。爸，你跟阿母免替我烦恼啦，阿叔真紧就会好起来。祝你还有真正欠的钱会当生活，而且就亲像你批面顶写的，赚一块甲赚一百块，拢是爱过日子啊。我真感谢天公伯给我嫁来山顶这个好所在，才有天公伯给咱足济礼物，予咱袂枵巴肚。足久无看咧，会啊！会啊！我有听讲恁两个代志啊，啊最近好无？过几工就会当出院啊。哦，啊你咧创啊？我咧搬山菜啊。哦，你搬山菜是为着要省菜钱吼？嘿啦。啊，那无爱来找我，我知影吼，你是坚持付钱啦。啊，不过会当互恁先欠的啊，等恁阿舅仔身体较好，有通做工课，才幸福就好啊。无啦，你嘛爱过生活啊，而且阿秋嘛爱三四个月了后才会当做工课，我哪会当安尼互你吃亏啦？袂啦，这是互相斗相共，哪有啥物吃亏？好啦，我若真正有困难会去找你啦。不过我即摆家己还有法度的时阵，我想要先靠家己。嗯，好啦，大概讲袂啊你，啊不过吼，大人较委屈无要紧，千万唔通惹到囡仔。袂啦，这我知啦。哎呦，你有食过这炒山菜无？这炒起来就好食的呢。有影。啊是啊，你用西温豆油嘛好食。林刚，我做做来请你食。啊，讲到豆油，我今日吼就是坐去工厂买豆油，才会拄到你啦。你看我的豆油伫啊。哦，啊，伊毋是干妈店就有啊？无啦，工厂买较大罐较俗，啊，迄落干妈店嘛是工厂卖互因的啊。安尼哦。啊，迄工厂会足远个无？你敢会当带我去啊？哈？来哦，来买豆油哦！你来看哦，豆油哦！哎，多谢多谢，多谢你！来哦，买豆油哦，又够香又够俗的豆油哦！
共牌子咱上熟啦。陈先生，你的骨头复原了袂歹，以后吼只要固定，等下做检查就好啊。啊，谢你哦，尽量唔好去动着脚，以免影响到骨头的生长。啊，所以讲伊会当出院啊？对啊。啊，一边等下检查的时阵吼，效果应该就会用摕着啊。多谢医生。多谢医生。没啦。多谢。你行较慢的啦，行较紧着。好啦。遮啦遮啦。那公车站是伫迄边。咱今仔日坐计程车转去啦，你安尼是要安怎坐公车？坐计程车爱开足侪钱的咧。我看咱也是坐公车啦，我较请司机吼，互我沓沓去，沓沓就来就好啊。啊，就算讲安尼，啊，落车了啊，我还行山路呢。你原来有一块，是要安怎行？我就豆豆行。啊，山路也无好行，那骨头要安那？医生拄才才讲过啊，你骨头才咧好尔，尽量莫去甲伊叮当着啊。啊，不过坐客轮车要开足侪钱的，啊，人头起码无收入啊，我开袂落啦。我的心情跟你同款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较紧的，让你的脚好起来啊，莫欠细条的，得倒开大条的。是安怎会欠细条的开大条的？啊，若是行山路去影响到你的脚嘞，安尼毋是爱搁较久才会当转去做工课，安尼损失毋是搁较大？这，也无安尼啦。今仔日咱先坐计程车转去，啊，之后再看情形，若有较好。得坐公车来换药啊，好不好？等下，等下。哎，你稍等下，我来，我来。来来来。早来哦。多谢哦，哈。多谢。哟，来我给你换。啊。啊。早来嘿。你安怎无？你安怎无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我甲你爱好无？啊无，迄路无好行，你也无啥会晓用这拐啊。来啦。免啦，这条路拢逐工都咧行，我等下练习一下吼，家己偷偷行就好啊。无啦，你袂当安尼，小可代志等下愈要愈大条哦。你来。OK。只咧紧紧尔，一下就到啊。来哦。哎呦！多谢啦。查对是大姐，应该是大姐检查。我跟大姐是双胞胎，都一样。我说就等于大姐说。那以后你跟大姐只要一个人吃饭就好，我们就可以多分一点了。回来了，爸爸妈妈回来了。来来来，啊，爸爸妈妈，哎，先来坐，先来坐。
谢你哦。妈，衫我都织好啊。哦。我饭嘛煮好啊，我涂骹嘛扫好啊。哦，恁哪会这么乖着？代志拢做好啊。哦，恁今仔拢表现了足好个哦。爸，你的脚买好未？我的脚哦，应该差不多啦。啊，爸爸最近脚不方便，恁爱家己斗三工哦。啊，久啦，莫踮厝里走来走去，啊，不会去弄着爸爸，知无？知。嗯。爸爸，敢会当食饭啊？好啦，恁先食饭，啊，我来去阿兰伯遐吼，甲细汉的接转来啦。好啦，啊，你较细滴个哦。哦。你要换衫，哪会袂甲我讲呐？袂啦，我安尼毋是嘛穿好啊。啊，对啦，算啦，嗯、我今日吼都拆石膏安尼，以后我着加较方便，着免阁麻烦你啊。哎，迄是毋是会当拆石膏？嘛，医生讲的才准算啊。啊，那安尼今仔日，哪里坐计程车去啦？好啊，你先出去，我整理一下就去。你手里有两个囡仔，你哪会知？啊，歹势啦，医生，厝里的囡仔爱耍啦，乌白话，歹势歹势。袂啊，我感觉安尼真古锥呢。我拄则吼，用替陈先生的空嘴消毒膏药啊。以后只要固定来换药啊，就好啊。换药啊，就好啊。是啊，即摆吼，就是等予伊骨头家己好去。我来做，就是预防空嘴去受到感染。医生啊，我敢会当甲你参详一下？是安尼啦，啊，你嘛知影，阮家有六个囡仔爱饲啊，啊，佮住伫个山顶，大概来遮看医生。来回拢爱坐计程车，啊，回去的时阵也无法多坐到厝，我佫爱挨阮翁行一段路，啊，逐个咧甲伊挨的时阵，拢足惊会摔倒的，啊，所以想讲吼，以后敢会当我来提药啊，啊，伊免来。嘛毋是讲袂容易啦，不过你爱注意，千万袂用互空嘴去受到感染。好好好，我知。但是你敢会晓换药啊？嗯，我会晓啊。啊，大概你咧甲伊换药啊的时阵，我拢足认真咧看的。好啦，看你这有自信哦，以后就交我你负责啦。下面吼，我会搁甲规个换药的过程吼，讲一遍互你听。
你一定要详细注意。即摆这个阶段真重要，万一若顾无好吼，会变长底脚哦。哦，好，我会注意。多谢呢，多谢。阿帅啊，我看你今天就搞想的呢。安尼吼，咱都免大概来拢卡下侪钱啊。啊，你敢真正放心，给我这个车卡先拿外油啊？放心吗？哎、欸，你若是无把握的代志吼，你是绝对袂讲出嘴的啊。啊，我即马坐高铁掉啊，咱今仔日当坐公车回来吼。好啦，就到今日。阿叔啦，嗯，啊，平常时吼，我是要咧过问咱兜钱的代志，啊，毋过即间呢，钱敢够够用？哎呦，有够啦！我刚才迄个卖菜的头家甲我介绍迄豆油的工厂啊，我会当卖豆油趁钱。啊，若真正无够，你爱甲我讲咧，我再来想办法。你别烦恼啦，迄大家煮菜拢会用到豆油啊，迄买的人足多。歹势，阿玲姐是毋是有咧找迄收购的师傅？你慢来一步啦，我拄啊吼已经找到人啊呢，伊打走尔，我咧红单吼阁袂好抓咧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你哭？无啦，哪有咧哭？你跳仔莫伫外头啦。你若是无爽快吼，无我甲你扛落来啦。哎，慢慢慢，这囡仔哦，生啊足优秀的，后盖会一定得人疼。我是查甫就好啊。是啊，你莫伫迄囡仔面头前讲这啦。朝向那坚定。